要。我们说这个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万贯的家财。对啊。对，尤其是经过疫情的洗礼过后呢，又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对对对，哎呦，想要身体健康，今天早上才去身体健康。哎呦，哦。哎呦什么？我今天早上才看医生。我觉得我长了0.5公分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老公给我们170.5。啊，一七零点五。然后又45路变成175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称。号称175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也是可以的。45路啊。好，那明天我去量一下身高看看。对对对。OK OK, okay.。应该。现在比你152吧。现在跟你差不多。脱掉那双鞋大概30公分，152。也没有那么矮，好不好？我们人家也是号称这个160。160，哎，正常女生的身高。女生大概160。差不多。150跟160是中间距离。最完美的这样子。就像你这样。哎呦。所以你面前不可以说谎。没有，没有说谎，没有说谎。通常麦克风拿的都是客套的，客套的意思，稍微浮夸一点这样子啊，来啦！当然呢，在我们今天呢、这个现场的朋友呢，很棒哦，都留在我们的会场当中哦，来做陪伴哦。所以呢，当然今天呢，当然爱听小米广场后面，赶快都来到导导来做干干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害羞。如果呢，这个有点的，一定帮他来做安排会唱的话、那如果这个不会的话，像我们对啊，点点点歌边就行啊，对吧？点点歌边就行啊，点个心情啊。相当清淘，不对，大哥，我老表示就赢的了。哈哈哈！别搞坏，别搞。不，你是要点我小提琴歌30多曲？也是可以，哎，可以的。大哥，那得给你做安排。OK， 谢谢。哎，不错，这大哥很会。经典的双人枕头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是经典不败啦。还有这个《南明锦如林心》嘛，对不对？婚丢尾银之类的。对，可以。大哥很会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听一下我们后方的乐团老师，我们下一首最棒的歌曲了。有请到我们的 Keeper 手小易。哎，老师。
掌声。哎呦，那这个小朋友也有反应哦。当最后毕业。送给大家，这也是很经典的歌曲。送给大家，今天你可以听到，比如说，咱的好朋友来做感受。好，那我们收到。